你想的是我在想的吗？你想的是我在想的吗？老板，开奖了吗？刚开了。我去前三，你接后四。我记住了。白真相，你去死吧！就他，买哪个？就他。还有多久开奖？半小时。 这怎么花？就知道花，做任何事都要有计划。 万富翁成长记。哇哦！我知道了，白真相。 你去，周兰。哦，打好了，别闹啊！哎，不成成。走花，走花。哎呦，还水！别在这乐极生悲了，我拿着吧。怎么了？ 哎，我觉得不是我们两个人的问题，是时间循环本身有 bug， 它不是万能的，可惜了。那至少我们曾经拥有过1000多万元。对。 长达30秒。哎 ，Mary， 我们两个真的就只是吃了一顿饭而已。后面是因为路过了电影院，没办法才去看了一场电影。她就是我的表妹，人家从外地来，我怎么也要招待人家一下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要骗你的话。 所有的河都会干掉，所有的鸟都不会飞，所有的树都会枯掉，好不好？不是吧？你怎么了？你可是我哥的幸福树啊！你可不能死，你可千万不能死啊！哎，我不是让你去死啊！再说。 不能死，千万不能死！活起来！你死我也死了呀！郭万松那边怎么说？郭万松已经去做大老板的工作了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不愧是我们的白总监。现在就等内鬼浮出水面了。内鬼？后台的修改痕迹被抹去了，我怀疑是公司内部人干的。公司内部没有理由啊。 是啊，三星遭受重创，谁会获益呢？我们现在只需要守株待兔，这次没得逞，一定会有下次行动。等对方探头吧，毕竟我们现在有循环这个利器。嘘，时间循环万岁！万岁！ 我去下洗手间。嗯。为您上下菜。我马上回来。好。宝贝，今天早点下班吧，嗯，跟我回去，怎么样？好啊。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家妹儿可是这儿的股东啊。哎呀，就是爱工作，下班了还约朋友来这儿谈生意，非得带上我，说有面子。嗯。李路多，你是不是偷偷谈男朋友了？ 瞒着我和妈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我没有谈男朋友。没有谈男朋友，怎么会来这么高消费的餐厅吃饭？这是香槟吧？你一个月的工资也付不起这一顿饭钱。你不愿意辞职，也不让我给你介绍男朋友，是不是都是因为这个人？姐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跟你说，男人你一定得小心。 现在可是有很多装有钱人的杀猪盘，专门骗你这种没有情感经历的傻姑娘。实际本人呢，可能负债累累，不仅骗财还骗色，要么就是广撒网不挑食的海王，爱好就是集邮，要么就是专门出卖美色的男医托、男酒托、男健身教练托。总之防不胜防，只有我能帮你看看。姐，这些你都谈过？嗯。哎呀，我不是跟你说这个。那你是不是想太多了呀？你们认识多久？了解他多少？ 在哪儿工作，收入多少，开什么车，住什么小区，最重要的，他单身吗？我很了解他，他是我公司的老板，是我的上司。哎，李路多，我就知道有什么不对劲，你这是被职场 PUA 了。他叫什么名字？我必须得给你好好查查。PUA？ 姐，你想太多了吧？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。他虽然平时说话有点咄咄逼人，然后强势，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，而且业务能力很强的人。我刚开始是有点讨厌他，但是现在我已经对他改观很大。他很优秀。鲁多，你是不是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情节看太多了？换位思考一下，这么优秀的男人会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呢？肯定不是你这种普普通通、平平凡凡的打工人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。 优秀的男人姐姐我见太多了，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我太了解了。你别上当受骗，你现在就已经深深陷入他的 PUA 当中了，还在为他开脱呢。姐，就不能盼我一点好吗？就是我是怎么配不上这种优秀的男生吗？陆多，你也太敏感了吧？不是他太敏感了，是你太过分了。 你好，我叫白真相，是李路多的上司，也是她的男朋友。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我既不是海王，也不是什么托，造谣一张嘴，辟谣跑断腿，你根本都不认识我，张口就来，公然的侮辱和诽谤我，我完全可以控告你侵犯我的名誉权。但看在你是她姐姐的面子上，我就不告你了。但你又不是一个好姐姐。作为家人，你一直在否定她、贬低她，质疑她获得幸福的可能性，以此来获得自信和高高在上的感觉，还口口声声说是为她好，这不就是亲情 PUA 吗？太过分了，还喝我酒，一点卫生都不讲。 李路多，你就允许这个人这么跟你姐姐说话是不是？欺负我们家没有男人是吗？信不信我找人把你们轰出去 ？Mark， 怎么回事？这个是我未婚夫，他是这里的股东。哦，是这样，那这顿饭麻烦你们了，谢谢姐夫。走。先生，你这边还有香槟，谢谢。李路多。 你给我站住！你今天可真厉害！今天是我第一次看我姐脸都被怼歪了。哎呀，我没有在故意怼谁，我只是在实话实说而已。霸王鹅，今天出于私心，我还是利用了你一下。 不过，霸王鹅，我觉得你今天特别的帅气，特别厉害。麻烦你，能不能别再叫我霸王鹅了？不叫你霸王鹅，那叫你霸道总裁。好了，我该回去休息了。我也该回去休息了。 我那边，我这边。哎，我觉得今天你把我这么多年想说的话都给说了，特别是你今天说你是我男朋友的时候，其实我特别开心，我觉得你特别的厉害，特别有魅力，好厉害。而且跟你平时凶巴巴的样子完全不一样。 今天你也挺可爱的，应该给你一个机会的。 我允许你喜欢我。是我男朋友的时候，其实我特别开心。先生，我允许你。我也允许你开始点了。我还没点吗？对啊。一杯招牌果茶，请不要使用碎茶或茶包，最好是小种茶。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我们这边的果茶都是搭配好的，你可以选择糖量和冷热温度。这边建议您半糖去冰，口感更佳。半糖不够，全糖。好。温度控制在55度，我怕你们这塑料杯因为过热会释放有害物质。好的，先生，您的果茶。这什么？招牌果茶。你们店里有没有针对？ 坠入爱河中的消费者的产品，这样可以吗？招牌果茶，还是招牌果茶？对不起，你听我的，龟苓膏打底，再加个芋头，依次放入椰果、寒天、红豆、草莓奶昔，再来一层烧仙草外加丰富 VC 的百香果收尾，完美。好了。 这还能喝吗？能。您的招牌果茶，请记住了。从营销策略上来讲，有时候产品所带的氛围，有时候比味道要重要的多。好的，不谢。祝你好运。毛大，我去上班了。啊，好，注意安全啊。嗯。 万年高高在上的李露丝被怼。 他的脸都僵了，简直大快人心。现在啊，要感谢世界上有霸王鹅这种生物的存在，感谢它的毒舌。李路多，你现在有一点点欣赏霸王鹅了。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对它？哎。 掉头啊！掉头啊！快快快快！怎么了？走了！谢谢你专门来送我。其实还有个事要跟你说。嗯。 就是你上次不是对我的房子有一些设计的想法吗？啊，我专门找了一个房屋设计师，把你的想法告诉他，他做了一些设计。嗯，到时候把图纸拿过来给你看，或者说你有什么新的想法，随时跟我说，我让他改。嗯，谢谢你啊，霍霍。嗯，脸色不太好啊，没睡好？我昨天喝了点酒，所以头有点疼，但没事儿，我去上班了，不然来不及了。注意安全啊！好嘞，拜拜。拜拜。 喂，妈。喂，李路多，哎，你跑到哪里去了呀？你谈恋爱那么大的事情，你都瞒着妈妈的啊？再说你交的那是什么男朋友啊？敢怼你姐的？我跟你说啊，妈可都不舍得说你姐姐一个字的，你胳膊肘子别给我往外拐啊！我跟你说，分手，马上分手，立刻就分手，越早越好。妈和姐姐都是为了你好的呀。那个妈，那个我那个信号不好，喂，哎，喂，听见吗？喂，听见妈。 我晚点跟你说哈，拜拜。喂！那个男孩子又高又帅，简直就是我的菜。对啊，而且还喜欢喝咖啡，人也超 nice。来，小姐姐。谢谢。谢谢。这个是冰的，谢谢。 来，小姐姐，谢谢。这个可以吗？哦，谢谢哥。教我。你刚刚不是走了吗？这不是看你头疼吗？买个咖啡给你提提神。先生，给大家也都买了，不知道大家的口味，多买了一些，有加冰的、零卡的，还有低糖的。哎，卢总，小哥哥谁呀？介绍一下呗。那个我房东，然后是一名画家。 大家好，我叫江火火，是陆多的朋友。哦，经常听陆多提起大家，下次一起出去玩啊！我请客，我请客。那就不打扰大家了。有空经常来玩啊！好嘞，拜拜。朋友，房东，画家。陆多，谢谢你。 朋友的咖啡，不错。就冲他俩这个眉来眼去这个劲儿，以我这么多年的恋爱经验来看的话，肯定关系不简单，8成已经处上了。哎，我看也是。而且你看，这两个人特别般配，你不觉得吗？ 对呀，是吧？你看他那帅样，哎呦，可真好，郎才女貌的。哎呀，羡慕呀！年轻真好。果然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哪里是郎才女貌，简直是郎才郎貌。看他那个帅相，是挺般配的。对。没想到啊！真没想到。林驴啊！哎，白总监，把这个给到市场部。好的。你们聊什么呢？哦，嗨，就闲的没事儿八卦一下陆多男朋友。上班时间到了，别聊这些乱七八糟的。她怎么形容她男朋友呢？ 就挺好呗，这挺好的是吧？挺好的。哎，郎才女貌。我觉得很优秀啊。是啊，陆朵姐的脸上就写着“幸福”2个字呢。啊，白总监，您的咖啡。她男朋友看着挺帅的，何止是帅气，那是一个相当完美的男人。 懂了，你看看我怎么说的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是吧？哎，连白总监都觉得完美，那陆多可真是命好啊！得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准备份子钱吧，啊！好好干活，干活去，走。陆多啊，可以呀，一声不响的搞定优质男，说吧，什么来头？看着好优秀啊！他只是我房东朋友而已。 哪有这么帅的房东啊？说说看，就只是朋友，然后房东，真的就是这样。什么房东都跑到公司来宣示主权了？你不喜欢这款啊？那你喜欢哪一款？花红娥那款？哎呀，不是，他就是过来帮我送个东西而已。我不喜欢霸王鹅那款，我喜欢有趣的男性。哦，那其实也是符合的。 好机会你要珍惜嘛！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呀？我喜欢有趣的男人。哦，富二代呀呀！什么事？这是谁送给我的果茶呀？啊？不是我。嗯。反正我今天是不想喝美式了，多谢。林东东，把昨天报表拿进来。哦。田静。白总监，和优点的合作呢，我反复确认过了，关总十分配合。然后懒人美食2.0发布会的方案，我等会再交给你。我脸上有东西？我精心为你调制的果茶，你为什么扔了？哦，你说那杯八宝粥啊？你送的？以咱们两个现在的关系，我送你杯八宝粥，我送你杯果茶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不是我们什么关系啊？你什么都行，但在恋爱这方面，你绝对是小白。尤其是恋爱初期。 光注意事项啊，就有7749条。小白老师恋爱课绝对物超所值。有的时候，女生喜欢欲擒故纵，那么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表现出从容与耐心。昨晚是不是你的高光时刻？你帮我骂了我姐，我特别开心，谢谢你。还有呢？还有，香槟很好喝，牛排很好吃。还有？还有就是，哦，我喝醉了，你送我回家。嗯，谢谢。 女生嘛，矜持一点挺好的。白真相同学，要想让他和你拉近距离，在公司这种人口密度过大的公共空间是绝对无法完成的，并且你们刻板的上下级关系也会成为你们制造情感突破点的阻碍。 转过身去，不好吧，哥？转。我错了，哥。唉，要多浇水啊，植物要悉心呵护嘛。明天再买个新的吧。好嘞，哥，明天我去给你买。 多谢皇上不杀之恩。哦，对了，皇上，刚才咱们说到哪儿了？啊，办公室人太多了，根本就不适合你俩相处。皇上啊，不是白总，所以啊，还得请你主动出击，制造亲密的相处空间。亲密空间，没错。等会儿啊，本恋爱博士后给你推荐10个最佳的恋爱餐厅，到时候。 你就想象这样一个画面：你和女神坐在餐厅里，面对着面。请叫我阿珍。请叫我露露。露露。阿珍。露露。阿珍。整个城堡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。白总监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你这样好奇怪啊！你喜欢那种风格的？嗯，没有啊，就是挺活力的。哦，那我呢？成熟稳重。 你确定李路多喜欢这些？你是在质疑我对女生审美的观察力和判断力。我一个国际核心论文发表都能搞定的人，不可以质疑你吗？你那论文有讲过怎么追女生吗？摘个帽子看看吧。 哎，你确定你这个风格可以吗？你确定知道怎么约会吗？应该不难。那你就不需要。哎，给你个机会，你弄一下我看看。21世纪是一个知识付费的年代。再说，咱俩又是亲，这一定是真爱呀！他怎么突然要请我吃饭啊？ 李路多，你确定要穿成这样出门呀？这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啊？你这审美也太不在线了吧！你这是要去市场里赶集还是杀猪啊？你至少出门也要查查去哪儿吃饭吧。人均1888，他是要带我见什么重要的客户吗？姐。 那个，我有件事儿想要请你帮忙。您好，请问您定位了吗？白先生预定的。哦，好的，白先生已经到了，请您跟我这边来。你怎么穿成这样？请坐。白总监，你穿成这样是要去参加说唱节目吗？啊 ？Your skirt？ 呀。你穿成这样是来谈1个亿的生意吗？平时没见过您穿成这样的风格。这不是你喜欢的风格吗？我。 这个衣服啊，确实，哎呀，但是靠我出众的气质，还是可以给他强行拔一个高度的。啊，这么说话就像白总监您了。不过您叫我来这儿吃饭，是要见什么重要的客户，还是您遇到什么困难的事情需要我帮您一起解决？我就不能单纯的请你吃饭。我知道了，您是感谢我作为您的导师这段时间的辛劳。 服务员，点菜。白总监，你不吃吗？你觉得我这个人私下生活里怎么样？虽然跟公司很不同，但是也非常的好，很酷。这家餐厅是不是选的很有品味？菜品也很好。白总监选的当然非常有品味。 只不过这一桌菜的价格抵了我半个月的工资。你现在不应该再叫我白总监了。你弟弟叫小白，那我叫你大白。大白，约会的首要法则就是以对方的想法为第一想法。你喜欢的话可以这么讲。那应该没有人这么叫过你。他敢！ 我允许你一个人这么叫。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你干嘛突然问我这种问题啊？年纪不小了呀，别拖着了。你年纪比我大，你怎么还没结婚呀？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？我要孩子跟你没关系吧？那怎么能没关系呢？一个人怎么生孩子呀？你怀孕的时候，万一…… 发生了时间循环，孩子会不会受影响啊？这问题我还真没想过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得想想。只要时间循环不解除的话，我跟你就是命运共同体。我们两个人的命运已经非常紧密的交织在一起了。李露朵，嗯，像你这个条件，跟约会的第二法则，要适时的夸奖女生，不要动不动就摆出一副什么都懂的样子去教育她们。 像你这个条件，一定会是一个好妈妈的。你也知道我家的情况，就是我妈一直都很偏心我姐，然后小的时候呢，也不怎么太在意我的感受。长大之后呢，我妈跟我姐什么事儿都要替我做主，所以我要生孩子，一定要生2个孩子。 而且我会给予他们平等的爱，让他们健康的成长，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。那个白总监。 今天谢谢你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我开车送你回吧。不用了，我坐公交车也能回去。我送你是应该的，别跟我客气。白总监，你今天有点奇怪。有吗？嗯，有一点。必要的时候还要使用一些技巧，比如摸头杀。摸头杀，摸着头发杀人啊！哎。 我给你示范一下，5个指头，没错。这个时候一定要有宠溺的感觉，在女生难过、伤心、焦虑、担心、情绪低落的时候，可以缓解对方的情绪。宠溺指数5颗星，只要使出来，少女心必炸。 几天约会，而且他还可以打扮自己，点菜呢都点你喜欢的口味，摸头、拥抱，我的天哪！哎，这还不明显吗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他绝对不可能对我有感觉的啊，不可能，不是那样。怎么不可能啊？他这个今天这个行为举止很明显，摆明了就是喜欢你，我敢打保票。如果他要不喜欢你，我。 2个月房租给你拍在这儿，你先把1个月的房租交给我，而且停止你这些毫无可能的想象。我跟他绝对不可能。你现在在我面前提起那个爸爸的次数已经明显增多了，超标了都。我那是因为时间什么？寻觅觅，与人为善。我那是。 关爱孤寡老人，你知道吧？我这人非常富有爱心。编李路多，我看你能编到什么时候啊？ 还孤寡老人，我亏你能想得出来。唉，可惜了。我吧，觉得那个江火火才是男朋友的最佳选择。李路多，我要是你，我就会离那个棒娥有多远就多远。我跟他们俩都没有关系，你不要这样乱想好吗？这个你不选，那个你也不选，你要孤独终老啊？这不是有。 接呀！喂，路多，设计图纸看怎么样了？明天我们讨论一下。我在冠军旱冰场等你，地址一会儿发给你，不见不散。我还有事先挂了。哦，江，听这声，打脸吗？陆东，我明天一定会去旱冰场跟他说的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。我等着你继续打脸。那是穿越时空，救你10000次的力量。像隔着一道墙，一座城的时光，不经意的湿透的眼眶。 有忍不住的感伤，又看到雨后的彩虹，想起那是你的笑容。别害怕前方的路多，只要一步一步，就能靠近爱的真相。躲不开的那个。 世界会怎样？原来念念不忘，总有回响。擦不掉的那些过往会怎样？那是穿越时空抵挡，救你10000次的力量。躲不开的那个世界。 就算记忆开始流浪，还是一样倔强。